家意味着安全，意味着温暖，家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，好像一出生就在这里，从未离开过。我们要告诉那些说我们在演习中是靠侥幸打赢的人，我们四连是有战斗力的，是有实力的。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决心？有。哎，报告，报告指挥员，我回来了。大家看，谁回来了？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欢迎他呀？来，全体都有，立正，解散。吃点面包了，不饿。你面包顶啥用啊？快！哎，同志也回来了。班长好，班长好，好，好着呢。还是你最好啊！咱们连的荣誉被一个列兵给挽回了，了不起，英雄，好样的！哎，班长，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底调是对的。哎，刚才说什么没那么吃东西吗？是啊，给弄凉菜，接风，给同志接风。班长，真的不用麻烦您了，我来找二牛的，真的。不用麻烦我了。真的不用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。好，我本来打算吧，还想放你回家呢，那不用麻烦我了，就算了吧。需要。二妞到，晚饭前归队就行，陪你战友好好玩玩，好好唠唠。谢班长，走。哎呀，这两个兵都重，非常重。哎，你爹呢？不叫咱俩，不见了。没有。是啊，哎，你知不知道男人啊？不知道，指导员好像去找他呢，他自己不肯来。重情义，不肯背叛六连，好样的，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地方。有啥重不重情义的？不与背叛的，不都是解放军吗？解放军同志，我去找宪兵。后山老地方见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又来啊？指导员上次还给咱记着呢。你怕了？怕。有啥可怕的呀？陈光，你没事吧？陈光，你有点不对劲啊！你才不对，你没事吧？去不去？不去。我说你这个新兵同志啊，你不知道你能死啊！不是，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像指导员了呢？陈光，陈光，陈光。啊呸！不打勤不打懒，专打不长眼。放心吧，我们哪有那么点背、啊？快去，我找宪兵去。走。王彦兵战友，嗨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不回来，你不成第一了吗？你不在我这第一也没意思啊。怎么样，选好了？我抵抗力强。哟，小何来了。哎，班长。哦，哎，你们俩聊。哎。啊？怎么着？什么时候完事儿？干嘛呀？我有惊喜。啊？那个什么，这个我们今天改一下训练科目啊，
这个一会儿打扫一下车库卫生啊。哎，班长，昨天刚扫过，换一下。哎呦，不乐意啊？不乐意。那好，那我也发一下民主啊，这个不同意打扫卫生的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扫卫生了啊，换科目，武装越野五公里。不是，这还不是扫地呢？废什么话，去准备。走吧。好了，轻点啊。哎呀，班长我好了，你们俩呀就好好聊聊吧，记得晚上按时归队啊。谢谢班长。去吧。你至于吗？不就是女的失恋吗？你有点出息行吗？你不懂。我告诉你，男孩不失恋，永远长不大，成不了男人。我是爷们儿，爷们儿。还来？